你好，欢迎收看政治有词。又到了岁末年终，这一整年回顾在台湾，当然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些事情。你说包括 MeToo 的事件，然后有一些人是不是人设崩坏？那当然也有很遗憾的，有一些很知名的人物，或是我们大家在演艺圈非常熟悉的人物，离开了大家。到了每一次岁末年终的时候，你在自己的家里面会不会做一次的大扫除？那个大扫除是希望把家里面在这一整年里面，你好不容易清出了一些时间，让它过得干干净净、舒舒服服的，让你能够迈入了下一年。OK， 好，那对个人来讲也是一样。你今年这一整年，你现在回头去看一下，生活上面、职场上面、跟你的亲戚朋友、跟你的家人之间，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不如意的，或是你觉得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，或谁对不起你什么事，或是你觉得我明明都好好的，为什么虽是鸟事不断？到底问题出在了哪一些的地方？好，今天在节目现场为你邀请到一些特别来宾，这些来宾跟你我一样，他们也满腹的心酸，好不好？这一整年我兢兢业业好好的，但是到了岁末年终回头看，有没有哪些地方不如你的意？趁这个时候一次大声把它说出来，就跟家里面大扫除一样，一次把它给清空，让自己能够满怀着希望，开开心心的迈向下一个新的年度。他们有什么虽是鸟事呢？待会听了就知道，好吧？好，来，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。左边第一位，资深护理师侯宜诚。五哥好，大家好。活动主持 Tech， 五哥好，大家好。律师刘伟廷，五哥好，观众大家好。民俗专家易璇老师，五哥好，大家好。智商心理师吴佩莹，五哥好，大家好。我们先从工作职场上面或者生活上，你觉得我这么兢兢业业的，怎么可能碰到这种事？来，宜诚，今年的护理师真的是五高赶扣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哦，真的、哦，我以为是疫情那段期间，对，就已经最赶扣了。你已经疫情赶扣完了以后，大家还没有体恤你，那才是真的赶扣哦，真的、哦。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被大家关怀一下，被关怀一下，然后不只是共体时间，还要有真正的关心。你这个蛮明显的，你这个蛮明显的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像我今年我就遇到那个很挑剔的病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入院进来哦，他说他的气喘是因为我们的环境太脏而导致的，居然叫我去擦他的百叶窗，哎，百叶窗要一格一格这样擦，对，一格一格的百叶窗，然后还戴着白手套。然后去检查吗？去检查，然后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照顾他之外，我还要去帮他清洁。请问一下，那个是护理师应该要做的吗？不是，其实是清洁阿姨。可是清洁阿姨已经做很，他把你当成清洁阿姨。对，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会引起他疾病的，所以这个叫做护理照护，而不是属于一般的清洁。我就觉得好委屈哦。他也会投诉啊，而且甚至说他有去找那个媒体，就是把脏的地方就咳嗽咳嗽拍下来啊，然后就找媒体哦。对啊，然后那一看就觉得说这个病人是比较特殊的病人，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的特殊的关怀，这样子，很认真。药的量加重一点，还是食物里面加了一些什么东西？对，然后轻声细语的好好的跟他说这样子。对，而且我还有遇到那种他是瘫痪没有错，可是他是脊椎就是比较下段的受伤，所以他是下肢瘫痪。Yeah. 可是我每次过去的时候，他都是整个是身上身上上全身到你就上肢瘫痪。他那时候就量血压的时候，就是会就倒过来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没有跟他讲说，哎，我不是不知道你的病情好吗，大哥，请坐好。没有力气这样，后来我就请男生去处理他。在职场上面有一些照顾上的一些问题，是真的是比较委屈的。可是我觉得这些委屈都比不上今年度我觉得很衰的一件事情。是不是？我前年的时候开了一间咖啡厅，去租了这个咖啡馆。签约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他是二房东。之后我要申请营灯啊，还有要签外送平台这一些，因为我没有这些认证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做申请。这个二房东呢，会去请别人直接过来，就是说，这个是我请的店长，就是侯小姐是我请的店长，感觉上这是他开的店，对，这是他开的店的概念这样子。那之后更扯的是，让我发现说他在店里面去装监视器，就我儿子在那边打电动要充电嘛，充电他就不小心把监视器的插头给拔掉了，拔掉了以后，这个房东呢，他就是在我们一个群组里面就说是谁把监视器画面给拔掉了，我才知道原来你在里面是谁装了监视器。你没有写吗？是谁装了监视器？可是后来我发现第二个，因为我一楼是咖啡厅，那我有承租他的三楼是有一间休息室，那休息室是像是雅房的概念，那还有厕所，所以在厕所跟雅房的中间，我发现了有一个监视器，镜头是对着那个浴室的。
可是我去休息，我在那边过夜，有时候会洗个澡这样子啊。洗澡你也知道，就是会从浴室走到房间的这个过程，是可能是浴巾，或者是可能衣衫不是这么的整齐的状况。对，就那里有一个监视器。对，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这个很不 OK， 所以我那时候就马上就离开了。然后我就觉得说，就是大概营运了三个月左右，因为他一直在干预，我就觉得很困扰。后来我就停止了这个合约，就离开了。离开了以后呢，没多久，哎，他出来选举了。选总统吗？他出来选市长，他出来选市长，因为我那时候风风光光开幕三个月，熄灯了，大家就会问我说：“哎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什么的啊？”跟我关系比较好的有媒体人，那媒体人就说他要来采访，我说 ：“OK 啊，我可以让你采访，不过你要记得帮我消音马赛克，对，马赛克变身这样子。”他说：“没问题，没问题。”就新闻出来的时候，哎呦喂啊，怎么样，原封不动？他真的帮我消音了，而且他只拍我的背影。对不对？可是他把我之前所有上节目的片段全部截图出来，他就说那有什么用？那一看就知道，他就说侯怡晨啊，知名网红护理师侯怡晨，然后什么咖啡店梦碎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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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之后呢，那个候选人呢就说他保留什么法律追诉权，然后他当然没选上，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在这个政治圈的人物这样子啊。他选完之后，在过完年的时候，我就收到了一张通知，他用违反选罢法要我出庭，试图使他人，试图使他人不当选。对，然后我就收集很多的讯息去出庭，搞了非常久，就我赢啊，对啊，因为我要收集很多证据。可是真的，可是针对监视器，你没有提出包括相关的一些告诉我什么吗？没有，我当下我没有那个，我只想要赶快逃，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会有一些骚扰的情况已经出现了。Okay. 所以我觉得我好衰哦，我已经就是投钱下去，然后是就是也离开了，我认赔走了。那你之后你没选上，对啊，那而且再来他告我的时候，我有跟那个某电视台的记者联络，他就已读我，完全不回我。那在开庭上的时候，法官也问他说啊，你怎么不要告那个电视台？然后他就说我不要，我就是告他。对，我想说你就根本就想说，就是你告不赢电视台，你就欺负我嘛。对啊，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跑来跑去的，然后还蛮委屈的。还好最后，对对对，最后应该不清楚。可是我一定，第一个监视器，对，监视器这个问题应该要讨论一下吧。监视器这一段，那中间讲那个有下肢瘫痪的，然后往前靠，这些某种就对，在工作上，我相信啊，对医生他们也不想要没事就讲说你有没有骚扰或什么。可是这些在一般场合会不会构成骚扰？会啊，一般场合会构成骚扰，然后监视器那个也有妨碍秘密的问题。你不管对人家的门，或对着人家，不要讲浴室哦，对着人家家去拍，就有可能妨碍秘密。那更何况你是浴室，就是洗澡的地方，那更会是构成。只是我觉得听完怡晨的故事还蛮疗愈的啦，大概没有人比他衰了。所以今天大家是来比谁最衰的就对了。你光咖啡厅那个大概亏多少钱？大概三四十万，包括人资，包括这些有的没的东西。亏三四十万。对，可是律师费比较贵。要不要解释一下，刘大律师？没有，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事你就因果嘛，你从这里失去了，从别的地方得到了，这不是应该是医学老师说的吗？因果方面的问题。好，到目前为止，那医生刚讲的有没有让观众朋友跟伟霆刚说一样，你听了有点疗愈？原来你是上电视网红。这么红，原来也这么倒霉，不会啊，那我还算好啊 ，OK。对，我怎么样？你比起来有没有好一点？我觉得我的好很多。真的吗 ？OK， 这我目的就达到了，目的达到了。在七月份吧，我的那个粉专呢收到了一个讯息，这个讯息是因为疫情开放了嘛，很多人就有很多的活动，活动类型就来找主持人。他说要我去帮他主持一个生日会，不错的价钱，两个小时，所以他就一定有需要主持人，接近六位数的价钱。去啊，当然去啊，对不对？去啊，这个生日是他女朋友的生日 ，OK， 所以他要为他女朋友的这个生日会顺便要求婚，所以他设计了一连串的节目内容，所以他觉得要有一个主持人来帮他就是控场，这样活动当天，那你知道生日派对我们都会贴一些什么生日派对的气球啊？对 Happy Birthday 啊，对对对，在装扮的时候呢，Happy Birthday，OK， 没有问题。可是当她的闺蜜告诉我们说，女主角已经 ready 了，她现在要从他们家出发到现场了，大家赶快各就各位的时候，很奇怪，墙壁上的那个 Happy Birthday 的那个 Happy 那个 P 小轰
就只剩下黑是蓬哎、欸，然后皮是有点消烘，那没办法，我们只好把黑也消烘。就干脆都平好了，贴平的，因为比较整齐嘛、嗯。这个时候他们其实有一个新的桥段，这个桥段其实有很多的那个现场的朋友是不知道的，就是他们有请一个变装皇后来助兴。你刚刚是那个下肢瘫痪，是会倒在你那，我那个是完全没有瘫痪，但是他是整个扒在我身上，因为他说他很怕现场没有人理他，所以呢，主持人就必须要麻烦担任那个理他的人。所以他就会在我身上做一些事情，这样。Okay. 我想说，是我生日吗？到底这是谁整谁？这是整人节目吗？但为了钱，我们又忍气吞声，想说，其实这样子好像也还好。这个时候时间点差不多了，男方呢要准备去拿戒指，要去求婚了。男方就给我示意一下，就说他要去拿那个香槟杯，他要把那个戒指放在那个香槟杯里面。我说 OK， 他就离开。男方离开之后，突然因为我们那个生日会是办在饭店里面，突然有大概四五个大妈，应该是五个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忽然冲进来，冲进来之后大喊说：“谁是女主角？”我们以为又是哪一个特殊的环节，是她，她是女主角，因为大家就想说，大家以为是来给惊喜的，可能又是惊喜的环节什么，她是女主角这样子。好，五个大妈朝她走过来，啪啪两巴掌，真的打，真打。我跟你讲，打到这里，我们都还觉得是惊喜，还在那边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还在那边呐喊。但是忽然那个有一个大妈就讲了很大声说：“你不好好当一个女人，你当别人的小三干什么？”五个大妈朝她走过来，啪啪两巴掌，真的打，真打。我跟你讲，打到这里，我们都还觉得是惊喜，还在那边再来一下，再来一下，还在那边呐喊。但是忽然那个有一个大妈就讲了很大声说：“你不好好当一个女人，你当别人的小三干什么？”这个男跟这个女方，他们两个其实是青梅竹马。OK， 我当下想到的是，他怎么可能会是他的小三？嗯。当时那个女主角她被打了两巴掌，她就坐在地板上，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这个时候，其中一个大妈就说：“你贱女人！”然后就把她的头发抓，然后就四个人、五个人就打那个女生，这样一直打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好像是真的有事情发生了、欸，大家就开始围上去拉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大概已经打了大概一分钟吧。男朋友进来之后，大声喊说：“你们在干嘛？为什么要打我的女朋友？”这个时候，那五个大妈停手了，然后转向看的那个男主角。然后另外一个大妈跟他讲说：“打错人了，就走了。”他就走了。这桥段不错哎、欸。然后我就看着那个男主角，我还走，他说：“是什么惊喜的环节吗？还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他说：“就是莫名其妙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”然后他女朋友当时已经被打到，就是那个嘴角都流血了，然后那个头已经整个都毁了，然后衣服也被扯破这样，然后坐在那个地上，然后大家就开始围上去关心他那个女朋友。他说：“你这怎么样啊？还好吗？什么、啊？”女朋友就开始哭啊。这个时候，这个男生呢，就立马把他手上原本要求婚的那个戒指跟项链不就丢了，就跑过去抱他的女朋友，然后就跟他女朋友讲说：“不用怕，有我在。”然后就转过来看着我说：“接下来你处理。”然后就把他女朋友抱走了。然后我就跟他的亲戚朋友就留在那个现场。他就说他要把他女朋友带去验伤，然后他要去调监视器去告这几个大妈这样子。然后他就走了。我就想说，好算了，反正他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。那婚应该是没有要求了，但是他戒指刚刚不是丢了吗？对啊，戒指应该要找回来吧。我就想说，好，反正他都离开，我就跟各位亲朋好友说，我说不好意思，这个是突发事件，好，那本来大家也知道要做什么事情，那现在这个结局有点奇怪，我说我们这样吧，我们先帮他把那个戒指找出来，然后我们就就地解散这样子。大家就忙着找戒指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之后就。那就没办法，只好解散。解散了之后呢，我回到家，我坐在那个公车上的时候，我心里想说，那这笔钱我到底要不要拿、啊？我本来只想要问的是，你最后收到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
我不好意思再回去敲他说什么不好意思说哎、欸、你那个钱要给我吗？我觉得我如果再去收这个钱，对这个人他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伤害？就是我婚其实没有求成啊、嗯、我生日会其实没有办成啊，那是那几个大妈的问题啊，对，那又不是你的问题、嗯、然后我就不敢问他，我到现在，所以今天这个我要跟他、哦、你要借这个机会讨债的意思对，如果你有看到这一集你可以汇钱给我，我等了半年。哎，回去，这打完人就走了、欸。对对，而且是打错了。对啊，就直接跟人家打，就这跟报纸上每一次社会新闻有没有注意到？嗯，社会新闻那个黑帮寻仇的时候，每次都打完以后讲啊，拍谁啊？怕不丢了，怕不丢了哈，然后就走了，好像你倒霉误会一场，就算了。哎，那当然不能算啦，你们打错了还是要付出代价的、啊。法律上面，你现在要打的人虽然是错的，但你知道你在打人嘛？是是嘛？法律上就故意伤害罪啊，刑法277条，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，所以那个是一定有刑事责任的。嗯，只是他验伤以后，后面要不要去告他，或甚至民事求偿都可以。但另外，我是建议 Tank， 其实像你这种事情，很多演艺都会遇到，例如说今天啊发生台风，什么取消了嘛？那可能你前面如果正常来讲收一些定金，那定金至少你有拿到，再来有人说那延期，好、嗯哦、改另外一个时间，他总得再求婚吧，除非他就不娶了，嗯、那顶多啊你再一次的去协助他，只是费用不要加到两次的钱啊、哦，类似这样子，其实都还是可以把。不是会不会那个新娘她要求婚，新娘也不答应？对，新娘会怕，会不会又惊喜太多了？几个大叔这次又抽，他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？这个很难讲，那有阴影，你知道吗？也是也是，但是至少 Tank 是个好主持人，就是也没有去要这笔钱，否则法律上你去要是绝对要得到，就是那不是你的错嘛、嗯。法律上面是他自己的问题，我人也到了，我也提供了劳务了，那你不给我报酬，我当然法律上是可以。那这位大师，但是时间不到哎、欸，哦，因为本来是两个小时，对，但是时间不到不是，对，可是不是你的问题导致时间不到啊、哦，是他自己造成的嘛。这个你有被害妄想症，你为什么都要帮人家想出这么多？人家大律师已经告诉你这些，你还是要帮他想，没有，可是真的，好了，不要了啦，好吧？哎、欸，还是要啦，还是要嘛，对，还是要嘛，心里还是多少，不然包个红包给你也好嘛，对对对嘛，大家一起过了今年嘛。大律师讲别人很容易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真的，是不是？而且有人敢赖大律师的账？对，我开律师事务所，都在帮人家讨钱的、嗯。有一天我要去讨我自己的律师费，哎，有一个妈妈本身呢，她自己开一家公司 ，OK， 但是呢，她有一个法律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是，她的女儿在学校被霸凌了。哦，啊，这个妈妈有点像贵妇一样，因为开公司嘛，比较有钱，常常每次来要跟我们开会说，哎，刘律师，你来我的公司开会，我到她的公司去哦。那我到他的公司去也不打紧，他就会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路上啊，可不可以顺便帮我买个这个什么啊肉桂卷啦、啊，哈、哦，帮我买个什么马卡龙啦、啊？我帮他买是他不会付我钱的哦，是我去找他开会，我带着吃的东西过去，我还自己掏腰包过去哦。那我心中也想说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客户嘛，好，我这样子对待你，大家互相。”然后，因为他要我协助他的是他女儿在学校被霸凌，说，哎、欸，女儿明明在学校没有偷东西，可是却被人家怀疑，误以为被同学栽赃说是他偷的。他又觉得学校老师处理也不好，所以我们同时间要发律师函给同学的父母，又要发律师函给学校，还要叫学校来开协调会。好，只搞了这一堆事情。那我们在这种提供这种服务，就是因为我不确定这事情可大可小，花多少时间，所以就我服务了多少时间，跟你收取多少费用，算终点费，哎，算终点费，然后预收一笔钱，然后这时间用完了，我再跟你请款，再收一笔钱，类似这样子。好了，那前面一个时数用完了，那我就说，哎，我要再请款啊。他说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会付给你。可是因为事情比较急啊，我刚好没空跑去银行汇款给你，你就先处理啊，就用这个理由拖了一两个礼拜。好了，其实他的事情也大概一个月内就处理完了。那我们最后，哎、欸，这个钱有账单，你也总该付、嗯，也不过就是几万块而已，嗯哦、就是额外多几万块。他说，刘律师，我处理这事情也没有多大的事情，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啊？因为我就说没有啊，我都把时数列给你，我、哦、发了哪一个函，花了多少时间，跟你去哪里开会花了多少时间，清清楚楚的。他说，哎呀，这你算账太多了啦，可不可以给个折扣？我说没有，这我们本来就讲好的，合约也都签了，我们就依照合约去走，不付了。大概经过两三个月催都不愿意付，他也避不见面了，那我就只好正式发律师函给他，跟他说你不付我会告你哦。哎，不理我，那我们也就按表操课，真的就到法院提告他了。
厉害了，正常来讲就几万块嘛。对啊，他就被我告了，顶多就付嘛。没有哎，请一个律师来哎，光那个律师请的费用，光那个律师费就干脆付给你就算了，就跟我一样钱啊。我就心中说有没有搞错啊？请一个律师，然后他的律师哦，也不是跟我打官司说不付钱哦，他是说，哎，这个时间，因为我们都自己记录那个时间嘛，你真的有花到一点二个小时，0.6个小时吗？请你举证。我心中想说，大律师啊，你也是律师啊，大家都这样记，所以我还把所有我们做 email 啊，我跟员工沟通啊，开会所有的时间这种序列，他们列出来。跟法院打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，为了几万块的官司，跟这律师至少开五次庭，好，判决胜诉了，一审判决胜诉了，他也没上诉，那好啦，我就拿着胜诉判决强制执行你的财产吧。一强制执行，他是开一家公司，公司解散。我说哇塞，为了几万块解散你的公司，这个我也是绝无仅有哎。而且我为了这个小事，你看我要去告他嘛，对啊，还要强制执行，就很多很多程序，是我花的时间也花成本啊，他也花律师费，然后还为了这样把公司解散。那当然到现在为止没有拿到钱。你如果今天为了几百万欠我，那我也就算了，几万块又不是拿不出来，你都能拿去付律师费。然后这就真的觉得说，未来这个打这个帮客户服务的时候，某个程度上也不能心软。看到妈妈为了女儿处理事情，该收律师还是要先收，不能让她欠。不是啊，你刚一开始讲说你觉得宜晨已经是最衰的。是啊，没有，我觉得你比她惨。而且你让我们大家知道另外一件事。请问一下，伟霆来我们这上节目有几年了吧？对，有没有人吃过马卡龙？没有，好像没有。有没有人吃过肉桂卷？哦，哇！我们怎么都没有？显然，我们在他心目当中，真的。我们有欠过伟霆那个通告费吗？没有。那下次通告费欠一下好了。反正，对啊，我觉得你才欠，你才最衰嘞。下次准备，下次准备。对你才最衰了，这些，而且为了几万块，对，伟霆说是啊，为了几万块，随便找一位律师要处理这些事情。那也不值这些，嘿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心态？我已经说是啊，为了几万块，随便找一位律师要处理这些事情，那也不值这些。嘿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心态？我刚刚还在想说，这个是律师的庞氏骗局吗？他先骗了一个律师，然后再骗下一个律师，然后再骗第三个。跟我打官司的律师的律师费也没拿到，也说不定，不知道。对，但我看其实第一个反应是，我觉得这个妈妈可能蛮擅长用那个就是被害者的手法，就受害者，他会觉得说，我都已经受害了，我女儿这样子，你律师是帮不了一点忙吗？哦，然后老师是帮不了一点忙吗？那你这样帮了忙，你就。帮忙嘛，你干嘛把这种钱计较成这样？我觉得他其实那个受害者情节是可能是有跑出来的。他是律师事务所哎，他不是慈济功德会。可是其实当你知道，我其实真的在我们实务工作当中有遇过类似的，就是真的是一个单亲妈妈，然后她其实是被诊断有忧郁症的，然后她去医院的时候就一直跟医生疯狂的抱怨说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家已经是这样子，我都已经领低收入户补助了。里长怎么也不多帮忙照顾一下我们家小孩啊，然后也不帮忙出钱让我可以去请家教，就是这种调调。他真的觉得，就是他是受害者，他是弱势的人，别人都应该要来帮忙他。那接到这种案，其实真的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。那请问一下，那一年当中听了这么多当事人倾诉所有的心声，这些，佩颖，让我们听听看你的心声。你今年有碰到？我今年发生过一件让我现在想起来还会稍微心有余悸的事情。是吗？什么事？对，我十月份的时候，我跟朋友我们三个人去埃及，然后结果我们去大概14天嘛，他大概是可能第七天、第八天的时候开始肚子痛，然后就开始吃止痛药，然后吃到第三天他已经开始吃消炎药，结果第三天已经开始发烧了。那发烧的时候，其实他就有跟台湾的医生视讯。然后视讯的时候，医生有问一下说，要不要先触摸一下，压一下，看你哪边在痛。然后医生当时候就有说，有没有可能是腹膜炎？
痛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原本要去洗土耳其浴，然后结果他就说他痛到真的已经出现幻听幻觉了，然后又发烧，我就说不行，我觉得我一定要把你就是带到医院去，就是急诊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把他带到医院去之后，就医生看到我们那种外国人有没有，就赶快就是病床给我们，然后就躺下来，然后就有一个保险业务员之类的人就立刻过来就问说，你们哪一个国家的啊，你们有没有用那个旅游保险？我们就说哦，我们台湾来的，好，有旅游保险。结果医生开始触诊，然后就确认了，几乎就确认说是阑尾炎。对，阑尾炎。然后医生就说阑尾炎，他们在埃及，其实那是非常一个就是旅游胜地，所以他医院什么设备都非常好，他们在红海那边。然后医生就说他们会用腹腔镜手术，所以超音波已经都做完了这样子。然后这时候呢，那个业务员就过来跟我们讲说，哦，我们这样子，如果你要开刀的话，哈，要12,000多-12,200欧元。哦，那也很多啊，也很多，对啊，对。然后比起前面这几个都多。对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傻眼在那里，想说，哎，这里是埃及耶，埃及的物价是很便宜的啊。然后我们就想说，这个医疗环境到底 O 不 OK 啊？技术 O 不 OK 啊？他12,000多-12,200，我觉得他一定会给我们收到12,500哦，那实在是很贵。然后我们就那边踌躇，这个就想说要不要赶快查班机，干脆直接回台湾。可是你知道你在红海哦，你可能要坐3-4班飞机，你才可以回到台湾。好，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台湾的医生就跟我通电话，他说哈，你朋友这样子的状况哈，因为真的很危急了，很怕会被拒绝登机。我心想说，哇，如果是拒绝登机，那就更麻烦。他如果一路撑，然后撑到杜拜，然后又突然被赶下飞机，那不是一样凄惨吗？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，那等一等，等一等这样子。结果后来那个业务员就看我们迟迟不做决定，然后他又过来说，哎，那个我跟我们总经理谈过了哈，那不然3,000欧全包啦，好不好？3,000欧，我可以这样子砍价。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想杀价，因为就很犹豫嘛，还在那边查说保险到底可以给付额度到哪里，然后要怎么查班机回台湾，我们都还在做这些事情。他说来3,000欧，后来有一个先生就过来，好，但从头到尾我知道他是医生，但他就从头到尾都没有穿白袍哦，他就说，你这样子就跟我朋友讲说，你这样真的很危急了。It's surgical problem, it's not medical problem. 你一定要动手术就对了。然后你的那个腹水已经出来了，从那个他的那个超音波已经查出有腹水，所以可能接下来就是腹膜炎，要赶快动手术。我是在救你的命。然后那医生就一直在那边讲，然后后来医生他就讲了一句说，我告诉你。1,000欧全包，包含住院，包含诊疗，还有那些所有的检验费，1,000欧啦。然后我们就说，哦，1,000欧是不是？然后还去结账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1,000美金。哦哦，对，然后他就这样就被推进去，就真的包括所有的手术，真的就1,000美金，还帮我们叫计程车送我们回饭店。那你们应该再拖一下，会不会又会有一个人来，最后就100欧？对，好。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讯息其实蛮重要的啦，就是后来我在当地就是有认识当地医生，当地医生其实跟我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埃及的法条，他说如果任何一个人因为去求诊，但是因为医疗费太贵，然后医生拒绝诊疗，这个病人后来出事，这个医生是要坐牢的。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埃及的医生可以拒绝治疗已经情况危急的病人。但是同样的，在埃及的医生呢，他们其实都可以拿到那个佣金，就至少可以拿到8%的佣金，而他们有非常大的决定医疗费用是多少钱的权利。所以我只能说，真是老天有保佑，我们遇到了很好的医生。然后他的那个整个诊疗的，就是手术很快进去1小时，然后就在外面一直在面念大悲咒，想说，我觉得很紧张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、啊。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？就是几个愁眉惨目的那个台湾人在那边讲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突然有一个人就来，好了，不用10,000啦，姐姐。然后接下来在想到底该怎么办，又有人过来说，我爸了，好不好？这到底什么状况 ？OK， 但对了，如果照片你刚刚讲，那既然当地有那样一些法令，他们也不能担那个风险。对，所以医疗天职，我觉得是这个样，他还是要把它弄。可是，徐老师，他们到底今年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告诉我，是犯了太岁，犯了小人，还是怎么样？你从面向生肖也可以问问看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其实看这三位来宾，包括我们这个伟大的律师来看的话，他们都有一个尖尖的下巴。
那一般尖尖的下巴的话，很容易形成一个攻击性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军队当中啊，这个三角形就俗称叫攻击性的，那圆形是属于防守型的。所以很多的达官贵人这些这个男生呢、啊，他想要娶老婆，都会娶一个下巴比较圆一点的。哦，那因为比较尖的人呢、啊，很容易形成人家攻击的目标。哦，大家看一下，他们都有点共同点。那、第二个点呢、啊？那怎么样？要把自己吃胖一点、稍微脸要丰了一点，对，要吃胖一点。然后还有呢，他们呢的嘴唇都比较薄一点。这几位来宾的嘴真的比较，那因为一般薄的人呢他们讲话都非常的犀利，而且条条有理，那可能会呢，因为你讲话可能太快，而且会造成这个别人就是可能会误会，甚至是会招惹来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小人跟是非。OK， 但嘴唇薄没办法，你说那个下巴吃胖一点点，那嘴唇薄怎么办？那嘴唇嘛，你可以利用这个画封唇，对，要涂口红的时候稍微涂厚一点的啦，涂厚一点就 OK 了。OK， 哦，所以面相上面看起来对也是可以的，确实比较容易吃亏。对，哦 ，OK， 吴老师啊。你今年不会也有发生什么事吧？我今年也是有遇到很倒霉的事情啊，真的、哦，钱也还是没有收回来。那笨蛋，我们今天是讨债大会，对不对？从这开始，然后没有拿到的主持费的那个律师费的，我们的配还好是省到了一些。对，有谁会欠？有谁会欠老师的钱？这个真的是天底下有三师，这三师的钱他也敢欠，一个是律师，一个是医师，再来就是法师，他连法师的钱他也敢欠，我就没有办法。大概在农历的二三月的时候，我们有苗栗的有一份这个诚信人家，他买了一栋这个新的豪宅，那就很奇怪，他说：“哎，老师啊，他起先是打电话来说，老师很奇怪呢，我这个儿子啊，八岁的儿子，每天晚上他就是睡在二楼，然后都会比着窗户外面说，哎，外面有个阿公在那个地方，二楼的外面窗户外面会有个阿公在那个地方。”我想说，哎，奇怪，这个是不是看到这个鬼片看太多还是怎么样？然后他说，还有更神奇的是，他的六岁的小女儿会对着空气一直讲话，模棱两可的讲话。然后说，那这样子可能确实是有点状况了吧？好，那说老师，那你过来要不要先过来看看？我说好吧，那我就先过去看看。那一般都知道嘛，律师费会有咨询费嘛，那这个医师也会有诊疗费嘛。那我们法师第一次现场去，一定也有一个堪舆费嘛。那我想说，那没关系，你也没有问我价钱嘛，那没关系，我就先过去帮你看一下。那我说第一趟去帮他看了一下，看完之后，哎，真的这个家里面还真是有点不平静。那我第一趟去的时候，他老婆居然还在睡觉，很不尊重我。哦，不对，他怎么样？他们要在门口，然后两排没有在门口铺红地毯就算了，然后他竟然还在睡觉。有法师，堂堂也是有名有知名有姓的这个有点知名度的法师，来到你家，你最起码欢迎哦，老师你来到我们家，看一下都没有，竟然还在睡觉。我一到那我就大概跟他看了一下，我说你家里这个灶神哦，跟这个地基工都没有安，那要不要找个时间来帮你安一下？因为这样子会比较稳定一点。那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也没有祭拜，也没有安，那也没有安，也没祭拜，所以地基工呢在作怪，所以你的小孩子会看到一个阿伯在二楼的窗户外面，然后呢，你的小孩子会对空气在讲话。我说好，老师你赶快回去，赶快帮我看日子。啊，费用我没关系，费用 OK， 我想说 OK 了嘛，费用 OK， 那我就回来，那八字帮他看了一看，好了之后，我大概过了快大概十几天，我就请他准备了一些饭菜呀、一些鸡腿便当，准备要拜拜。那过去安的时候呢，小孩子又上学了，他又在睡觉，老婆又在睡觉了。好，那这一次更扯，让我看到不应该看的东西。什么？那过去安的时候呢，小孩子又上学了，他又在睡觉，老婆又在睡觉了。好，那这一次更扯，让我看到不应该看的东西。什么？扣子差点掉下来。在安的过程当中，我说，你最起码哈，你请你老婆下来拜一下好吗？结果他就跑上去跟他老婆叩叩叩，他老婆就心不甘情不愿的下来。现在一般都知道女生会穿睡衣嘛，对不对？薄纱的睡衣哦。他的家里有外人，对，他就直接穿着睡衣下来，然后就用手然后就上去了。我想莫名其妙，他还没穿内衣。那我就看到这，你看的就太多了，就看好不好？看到不应该看的，就处理你的对法事就好了。那我就安好，你的钱没有收回来，他没有叫你付钱。那我安完之后，我的心里面想说，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那你这个灶王爷跟地基主，你地基公，你不会稍微处罚他一下吗？
心里面这样子闪过这个念头，突然间啊，听到有人就啊一声，她就摔倒了。然后她老公去扶她老公，把她扶起来说：“你是怎样？我唔知你靠人搞杀啊呢？我家里就只剩下她老公跟我，谁去推她？你啊，想就知道一定是你啊。”然后她就很，她突然间吓一跳哦，然后就冲进去他们这个套房里面，然后去刷牙洗脸，换好一。哦，正式的服装出来，正式的服装出来，他说 ：“Sandy， 拜托姐，我对你很不敬，那拜托哈，帮忙我一下哦，跟我们这个灶王爷啊，跟这个地基公安好。”那我就开始就道袍一穿嘛，就开始念符咒。那灶王爷跟这个地基公一来，就开始告状了。夫妻这个太太呢，因为她是在这个楼下呢做了一个美容室，那这个美容室呢？哦，就是有这个躺床嘛，那有时候就是有客人来，她就是躺着，让她做这个美容的。啊，她老公就蛮 happy 的。有时候她老公要上班的时候，就会跟她老婆讲说：“现在还有点时间，小孩子去上课了哈，没有人可以打扰，那我们就来爱爱一下。”然后就在美容室，因为她一楼的美容室跟她的厨房刚好只有一个毛玻璃隔起来而已，然后转个弯就是厨房了，所以呢，他们每次在那边运动的时候，灶王爷跟地基公就会在那边拍手，所以灶王爷就来告状说：“拜托法师，请你跟他们讲一下，这样子是很不对的一个没有尊敬灶神。”但是反过来，地基公说：“哇，不错，很好看的意思。”然后我就觉得很纳闷，我说：“拜托你们夫妻哈，我就跟他先生讲说，我就跟他偷偷带到，把他找出去外面抽个烟，跟他讲说，到那个帅哥哈，请你以后克制一下，如果真的很想的话，到房间去，不要在这一个美容教室里面。”后来经过调解以后呢，安好我就要回去了，然后我就一直在门口迟迟等他，应该是要准备要付红包了嘛，结果他从头到尾也都没有讲，那我就很纳闷，我说没关系，我先回去好了，他应该打电话给我，就一回来到现在，红包到现在都还没有付。啊，你也没有跟他讲说，老师也不是慈善事业出去，没有。后来就想说，因为他是朋友介绍，他是不是讲说，可能是朋友介绍，应该是不用钱还是怎么样？然后我想说，那就算了。没有啊，大家都知道秦老师来，你多少要包个红包或者怎么样吧？对，但是他都没有，他可能是认为说，可能就请我看了一场秀吧，还是怎么样，我也不清楚，就到现在也没有拿。OK。伟霆，这个也麻烦你一下，好不好？这该处理的都。可是他这个会比较有点麻烦，因为他也没先讲好金额多少钱，对，然后也没讲什么时候要付。当然，我们民法是有一个规定，如果这有一个一般的行情，对你其实还是会可以真的去告他要一般行情的费用了。只是当然我们希望最好就是说，虽然老师你本身比较清高，但总旁边有一些人或他的朋友，可以在这个事情要完成或是要做之前，都先有一些讲好条件或者讲好金额。对，那这样子，其实丁俊老师也不吃亏，因为他推了他一把。OK， 又看了，对，又推了他一把。OK， 可是刚刚讲说你在工作上面，你在生活上面，对啊，希望大家能够把所有的阴霾能够一扫而空。但医生，你家人之间有什么样一些状况吗？我觉得亲戚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玩的动物。会讲到好玩的动物，这就不好玩了。我的某个亲戚，人家就跟我讲说他很辛苦啊，他要自己带小孩，小孩很小啊，然后要养小孩啊，低收啊等等的，就请我帮他安排工作。就安排工作完了以后呢，他就是表现不是这么好这样子，然后他又跟我讲说，他希望说我可以帮他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同时，再让他继续在这里工作。我说你这样不行啊，你这样会违法、啊，就是劳动部的这个区块，就哇，他就爆炸了，他就开始讲说我有多可恶，我有多坏，然后我赚的钱还不给他，然后让他没工作，等等等等等等这些，然后大家的亲戚们就会说，嘿妹，你个看嘿他叫可怜，你个白回汤亏，啊，嘿补助款啊，不是你在提，啊，你想那个白改后衣什么的，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。那我自己的小姑也是一样，就是他在我这里上班。那像之前就是确诊的时候，人员就不能上班嘛。那他是里面的员工，他当然可能就要来贴班。可是他觉得说，这里都已经有人确诊了，你还叫我去上班？然后他就回来告诉我婆婆说：“你看嫂嫂多过分，这个确诊的环境他还叫我去上班。”然后我公公婆婆就说：“你看你怎么去上班？这么脏的环境你还去把病菌带回来给家人，染疫了都是你的错。”就会这样子一直
把你会把工作跟这个全部都扛掰在一起，所以我觉得不要把亲戚放在自己的工作里面。OK， 那这个如果能够分得开，当然 OK， 因为说实话，这些一旦都混在一起的话，是不是真的就有时候就是有口难言，你有嘴也讲不清，很多的一些状况。但年关快到了，平常讲每次快到年关，有钱没钱娶个老婆好过年，对。我的分不开我的分不了为什么分不了我的就刚刚五哥说的啊，就是娶个老婆好过年。对啊，然后我爸妈对于我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应该已经讲了四年的时间了。每一年从一开始会稍微摸摸一下啊，你看那个女的很漂亮啊，哇，你看那个人啊，走在路上，哎，你看这个不错啊，哈，然后我说你去问人家单身啊还是怎么样嘛。但他一开始就是只是摸摸讲讲，好，第一年可能这样，第二年呢，可能就开始讲说，哎，你看那个隔壁哈，人家那个小孩好可爱哦、喔，就开始用这种情绪勒索的方式。前面我一开始我是会跟他有所争执的，我可能会讲说，哎呀，那个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，我觉得我现在一个人很自由啊，很怎么样怎么样。到第三年，我其实有点忍不住，我有点爆发了。好，我就跟我妈讲说，我说你知道我到现在不结婚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。然后我妈就说，我怎么了吗？我做错什么事情了吗？养你育你，我做错什么事了吗？这样，我说呢，其实我个人认为谈恋爱最好的时间点是在大学的时候，好，因为它是最没有任何负担，人家也不会因为你家里环境怎么样或者是如何，反正就是纯纯的恋爱。我说我大学的时候每天出门你就是这样，不要乱来哦，我不想那么早当阿嬷哦，你好好的上课哦，你出去的时候要小心哦，不要随便带女生回来哦，这样子。好，我就心里想说，好啊，你不想那么早当阿嬷嘛，那就晚一点再当阿嬷嘛。一直到现在，我妈其实到后面从一开始嬷嬷到后面会一直讲，到现在她就会跟我讲说，哎，其实身边如果有个女生哦也没关系啦，啊，长相什么你也不要太在意啦，啊，就能够生个小孩就可以了啊，就这样子。我说已经到这种地步了，就是只要是个女的，你就觉得你儿子 OK 了，生就好了啦。对，他说啊，要不然你再这样等下去哈，你知道？我说我说男生越老越值钱啦，所以我说我还 OK， 我还可以再撑一下。到现在他就是看到我，他就会说又要过年了，今年妈妈不问你，爸爸也不问你。但是你阿姨会问你，他就不问了。但是他叫所有的周边亲戚、好朋友，每个人都传讯息：啊，你今年怎么样？过得好不好？有没有要带女生回来？有没有要什么？我都心想说：天哪、啊！就像你刚刚讲的，亲戚不能放在那个工作里面，我觉得亲戚也不能放在爱情里面，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。可是你怎么办呢？这个很难避免。我相信电视前面很多观众朋友。我们常讲，只要到了适婚的年龄，就会开始被问，然后结了婚的就会被问什么时候生小孩，就一路被问。我开玩笑讲，那怎么样？结了婚生了小孩，再来就要问什么时候离婚吗？有这样要问生什么时候下一个？对，你知道就一直都会有这样一些事情。那这样怎么样去？你也不想得罪自己的妈妈、爸爸、阿姨，你也不要得罪他们，那怎么办？其实我觉得他们问这一些哈，都是一种。透过关心跟担心来跟你连结，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找不到其他话题跟你聊啦。好，那你说你想要避免这个，当然我们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主动想要跟对方聊的话题，你主动去透露更多你现在的生活有哪一些精彩，就是这个没事去聊说，妈，我跟你讲，我上次主持一个求婚，我告诉你，突然有四五个大妈冲进来，扇巴掌。妈，你觉得我那时候应该怎么说？他没事就自己去扯一些东西，不要让他们来聊这些。对啊，其实就是你主动去透明化你的生活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长辈因为不知道孩子的生活有什么，然后就会只看到孩子的生活缺少了什么，所以他就一直关注你缺少那一块。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你的生活是很精彩的啊，你生活有很多很风光的地方啊，这个时候。对，那不然这时候你就16800就包给他，妈妈让你一路路发。你知道，有时候呢，你太把你自己的生活圈曝光，妈妈看到就是，哎，那个女的不错哎，有没有？你跟她很熟吗？你们关系到哪里？哎，这个女的也不错哎，哎，你其实身边很多漂亮的女生，怎么你们都没有啊？刚才那个故事跟妈妈讲完，妈妈会说。
啊，那个结果没有被求婚的那个那个女孩子，你会不会长得也不错？她会不会现在心情不好？要不要去安慰她一下？对啊，不过跟你讲是啦，就是其实长辈之间跟你说某种程度他是要有话聊，他希望有话聊，希望能够做这些。可是刚才所有来宾把今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讲完，易雄老师，可不可以简单告诉大家未来这一年什么生肖？在今年要特别注意，或什么生肖？我最近常看，我每次在看有没有龙年的，就什么样的生肖会大发了，或什么之间有没有这样的生肖？有。刚才所有来宾把今年所发生的这件事情讲完，易雄老师，可不可以简单告诉大家未来这一年什么生肖？在今年要特别注意，或什么生肖？我最近常看，我每次在看有没有龙年的，就什么样的生肖会大发了，或什么之间有没有这样的生肖？有。那以2024年来讲的话，我们运势排行榜比较弱的第一名是生肖属龙的。五个。好，那没有办法，那因为属龙的这正值太岁，而且是正冲。那今年就是可能很多的事情会不顺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可以去点个灯，然后祭改。那最重要就是行善布施。那还有老师可以教你几个方法，可以到庙里去献香，甚至是献花。献烛，因为烛代表光明，那借由神明帮你照亮你的光明事业路的哈。那再来属狗的生肖属狗，因为刚好是偏冲，那偏冲一样呢，我们可以哈啊，就是去点个灯，甚至是祭改。那还有呢，一样行善。那有两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，可以去这个孤儿院、养老院去捐米、捐白米，那就是行善的嘛。那还有一个呢，捐什么？捐棺木。可以去捐棺木，那这样可以把你的这个吼啊这个不好的这个事情稍微把它压制下来。那再来呢吼啊这个排行榜比较弱的第三名是我们身上属蛇的哦，那属蛇明年是犯了这个病福星，要特别注意不要去探视病人。你一旦去探视病人，还是去参加丧事，会把那个煞气过给你自己，回来之后你就很容易会生病。那老师也一样教你一个简单的方式，可以呢哦在这个元宵节过后呢去捐血。哦，去捐血，透过捐血把你这些不好的这个血光之灾啊，对，把它整个化解掉就可以了啊。但是记得要元宵节以后了哈。好，那生肖属猪了，是我们明年运势比较弱的排行榜的第四名哈。那因为这个啊，正冲为死符啊，除了忌改以外呢，要特别注意高速公路开车不要超过110，平路的开车不要超过60公里。那要特别注意，就是可以去祭改这个车关，那一样也是可以哈啊，做一个这个小动作，可以买很多的这个小鱼跟小虾，然后去河里、去海里去放生，让你这个没有做这个困兽之斗，让你的运气在开车来年开车可以平安顺利。现场龙、蛇、狗。猪、你是狗，猪、我是猪，好吧？那没有，刚才老师讲的有在地方，我记得鱼跟虾，好，对，小鱼小虾还好 ，OK， 还好 ，OK， 所有的观众朋友当然也听到了吧？但其实不管运势怎么样，那每个人自己心里面能够努力向上一些，好不好？那心情乐观开朗一些，到目前为止今年所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你也可以像我们一样，就算自己关在房间里面。然后就把所有的话全部都倾吐而空 ，OK， 让自己的心情最起码舒朗一点，然后让自己能够有正面乐观的一面 ，OK。非常谢谢所有来宾，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，真正有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